喂，何岩，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？你不是在国外比赛吗？刚比完，你们在哪呢？ KTV 啊。钻石豪华限量版终于兑现了。你不在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毕业照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时间定了吗？什么时候啊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你不会为了这个飞回来吧？对啊，毕竟同学一场，而且我想在进大学之前跟你和小飞去一下，算是给我们高中生活画一个句号。哎，那个我集合了，你先别跟他说啊，我到时候给他个惊喜。喂，喂，小飞，一起出来看电影吧。你回来了？对啊，我已经买好了票，应该是你喜欢的皮卡丘。真的吗？在哪儿啊？我现在就去。上次的地方。好嘞。这什么电影啊？这没意思啊。哎呀，就是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大晚上的女孩子瞎跑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人保安请我看电影，跟一个女汉子一样，穿的这是什么呀？邋里邋遢的。出来太着急，忘了换鞋了。你说谁女汉子？就说你呢，怎么了？再说，哎呀，你们俩怎么还是这样？一见面就吵。谁跟他吵架？说话都懒得跟他说。就是。既然有人陪你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反正每次我都睡觉，拜拜。哎，你要不看电影，那咱们去吃宵夜吧。我这马上还要走，拍毕业照都陪不了你们。好呀。